小琴，真紧哦，就要去跟你团圆。那恁两个人的休书哦，高分主宰啦。主宰，我爷。搁坚持些，那么咱都扫袂起啊。这是我生命的大礼，看完了后，我才来跟你算账。我家己的身体，我真清楚。爸。我伫我伫管就好啊，我无爱阁继续呢落。你好，爷知影真相哦。你靠我的当朋友，伊就危险。你必小心，放我回去。你爱我放下无关，我需要欺骗你留伫个车，阮甲代志处理完就回来接。小琴，真紧哦，就要去甲你团圆。那恁两个人的休书哦，高分主宰啦。你冒出去，有听到无？喂，你卖走，哎喂。这个神鬼特辑，你把企划书写下来，加贺兰家的客人。进入休假 ，Yes， 你真正快着我呢。咱两个人就有缘啊，你卡你的身躯，会当借我用一下。叶志贤，别带叶启恒送我结婚，怎么都是咱俩啊？两个光阴，两个经济好，你订婚啦。那老婆，我心情也袂爽啊，我着把这伪造文件交出去。即马是要安怎？代志愈来愈严重，咱即个业界害死。那个曹雪怡也想要得到业界的准考核，一定要经过我的手。我咧想，我定定我会当用这啊，再改办好多。这个高人物，要留在这洗三温暖。主宰，我爷。搁坚持些，那么咱都扫袂起啊。这是我生命大礼，看完了后，我才来跟你算账。我家己的身体，我真清楚。爸。Thank you.